with my Indian culture as a housewife. It's a time restriction. We cannot simply come out. Because Indian family, we shouldn't night. We cannot be late 10 o'clock while we cannot be outside. But I really put my effort. I make my family to understand what am I doing. I'm not in the wrong path. I'm in a Buddhist Satwa path. So I will do the best. So now I make my children, my husband understand. Today I'm in here means that is my family support and my friends support. I am waiting to see Master. I think my tears will be following. I think I'll be crying. Even now when we talk about Master, automatically the tears comes. I just want to hug. Only can say you changed my life. Oh, I want to say, oh, I need. When I see Master, I'll bow down, I will touch her feet. 马来西亚印度裔的三位菩萨呀，他们也回来说证，他是印度教、印度妇女呀，这种家风严格啊，可是。 他用身体力行来表达出了自己的方向，没有偏差，是为利益众生、爱大众啊，也就是爱自己，这种天下人平安呐。 就是呢，自家人的平安，有了这样的观念呐、啊，他们的生活规律呢，都是很守规则啊，也感动啊，他们的家里的人，儿子啊，先生啊，都很支持了。 他欢喜来受证，那一天在板桥，他们心得分享。每次呢，听到了、想到的时候就很想哭。好、这样的姻缘呐、不知道。 来生来世到底有几生世呢？我们都有这样的缘，虽然离得很远，可是心呢是那样的贴近呐、而且他们是印度教，可是呢，慈济宗门呐。 他就是那样的愿意的投入，真的因缘不可思议吧？还有淑珠，他已经80岁，可是呢，他也是那样的坚持哦。自从我进入慈济做红宝，起初懵懵懂懂的，不知道做红宝是什么。 但是越做越开心，越做越好欢喜，因为我有听到上人的话，我很明白，发菩提心，还有他与上人的精神，给我改掉很多习气，跟我的不好的执着，什么都改了，我有进步了，听到上人的话。<笑><笑> 平常人的话，因为我这把年纪哈，我这个岁月不能留了，我要赶快做，今天留就今天做，当下做，不要留到明天无常来。他就是那样的坚持，方向正向啊，时间要把握啊。 他都是这样愿意去亲近大地，就是亲近自己的心地一样。他天天都是展开了他的笑容，这样的
广结善缘，呵护大地，造福人群呐、啊，这年纪虽然大的啦，这分秒不空过。我觉得这都是把人生呢很有价值的应用。也看到了，因为浪子回头啊，过去曾经有过啊。人生的偏差方向的生活颠倒，回家来呢还是施以暴力呀、啊？像他这样子，他的妻子多苦啊！终于呢，等到他姻缘到来啦，大爱的节目让他看到了啦，师父在说的话好像都在说他，他自己呢真正的把所看所闻的就是当成了滑水自我洗涤，内心让自己的内心啊被净化了啦，改变啦，要改变自己，唯有自己改变，要不然的话，自己不改变呐、啊，谁都无法懂。那他愿意呢，把人生呢、啊，人事物所看的，化成呢、啊、华，无不都是辉煌在说我。而且呢，我应该要改变过来，这种心念一转呐、啊，它是可以造福人间呐、啊。在外面花天酒地的钱省下来，它就可以呢帮助很多人，这都是呢。我们看来都是啊，每一位都是人间菩萨，他的过程就是藏经。我们佛教里面的藏经、阿含经里，佛陀举例了多少多少人生的错误，错误过的人生，接受到了佛法的改变过来的，佛陀的赞叹呐、啊，这都是呢，都是在藏经里面。那么我们现在的人人呐、啊，无不都是现代的大藏经。这一回我出去。在屏东里啊，资深的委员慈诚八九十岁啊，七八十岁哈、哦，他们呢、啊、都是任何一个人都上台入金藏，很多人呢、啊，不管他住的多么遥远呐、啊，他可以呢读书熏华入金藏，他就说。这就是精进啊，明心刻骨啊，日日入心啊，自己修自己得啊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在屏东，我就说，现在越多位师父越希望伊吼做更加多嘞，因为呢，年纪大了不能停，老人家假如一停了，那就会把记忆等等就会衰退掉，浪费生命啊，时空呢空过。真正的你要成佛，一定呢要跟众生有真实接触的因缘。众生跟你没有接触呢，你说再多的话都与你无缘，只是听了过去。你一定要跟他
有接触过，他的心呢跟你有互动过，身心互动啊，那他才是真的跟你有缘的。这才是呢佛陀鼓励我们要走入人群啊，就是要去跟众生接触。所以在屏东我开始就说，年纪这回才都爱做，我这当阵最期待呢跟师父同款，年龄比师父较侪嘛，不要紧，总是呢时间时空不要空过，我们要把握时间。